近日，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两张与鹿晗、邓超篮球场内合照。邓超身穿深色球衣对镜比赞，一旁的鹿晗穿白色 T 恤，活力满满，素颜帅气依旧。有网友也注意到，鹿晗这次现身打球时，脚上所穿的运动鞋正是女友关晓彤代言的国货品牌。一边支持国货，一边支持女友的代言，太甜蜜了。此次鹿晗与邓超现身打篮球，可谓是久违露面。其实鹿晗、邓超与这些球员关系非常好，时常约在一起打球，互相交往已有多年时间。早在此前，他们便曾有合影照。对比来看，如今邓超年龄感满满，鹿晗则宛如是从18岁长到了20来岁，保养非常到位。近几年来，鹿晗事业发展虽然称不上迅猛，但是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，在各方面都有突破。除了事业外，鹿晗感情也非常稳定，与关晓彤公布恋情后一直非常甜蜜，已然已成为圈内的模范情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鹿晗本人近期非常低调，已有很长时间未出现在大众面前，就连粉丝也不知道鹿晗在忙什么，这令粉丝十分想念。如今鹿晗终于露面了，希望他给大家带来更多作品，未来发展越来越好。